泡面不算零食，班长说的算。我们请班长严格执行违禁品查处，否则导演组二次检查如果发现，有可能会影响班级薪水。哇，那泡面到底算不算啊？哎，新素要干嘛的？我觉得新素应该就是对我们的整体那个待遇的问题，就比如什么时间去健身房时间就缩短，或者洗衣服的时间缩短。华帝其实是很担心团队的，我们来这为了拼梦想嘛。 并不是来这为了吃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适合当班长？我觉得你搜，AJ， 我觉得你搜一下，就是我内心真实的我的那一面根本没有在班长这一块，我一直在想我想吃那个面，然后啊那个真的要没收吗？不好吧？我这方面我有能力的帮到他，我会把我这方面全部用上，因为我只要对这个团队好，我会做出我该做的。 我其实还有点不习惯，我有点做不出来。哎，大家，我觉得还有必要收。如果不收的话，到时候我们扣分的话，肯定就以后我们选歌什么都要有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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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J班级收到违规品，AJ接受惩罚。50个俯卧撑，我们的原创组的人偏多，我们需要创作的。当时我可以做50个俯卧撑换的，可以吗？可以用俯卧撑换。大家一起吧。好啊，全部人做50个换一个。 你们根本做，我是团队当中一份子，每个人都有责任，所以我会扛起这个责任。谢谢，我们换回来了，换回来了。没有几个人了，好，我们队最慢的。来了，我不知道带不带吹你们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好像大家都走了。 我没有义气，我一直在等你们，我一直在等你们的，放心，你放心，你放松，你放松，我一直会等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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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
遗憾可惜是必然的。他那组也是比较快的，我们这组也是比较快的，跑着跑着两个队都着急，都摔倒了。